你敢相信随便一个海钓钓手钓一天鱼能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，因为海里有很多美味的怪物，价值不菲。出于好奇，我和宇泉找了当地一艘非常出名的渔船，花费800块钱每个船位，看看今天究竟能不能盘回我一个月的工资。啾啾，昨晚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。我们今天钓的是跟你人一样大的鱼，你知道吗？跟我人一样大的什么鱼啊？反正最值钱的就是马鲛鱼，今天就看能不能多钓点马鲛鱼，然后盘回本来。今天要去的是国内大业的网红钓点风车塔，距离港口要开近一个半小时船，听说那里巨物横行，傻子都能钓到巨物。哇塞，大风车吹成这样了都！我的妈呀！今天的策略是先钓小饵鱼，这把钓上来的小饵鱼挂着大钩子上钓巨物。钓小饵鱼用的是这种长得像小虾的创钩，只要像这样不断抖动能中鱼。钓友说，在水下40米的地方，成千上万的饵鱼围着这个铁塔盘旋。你看，这里是10米，然后这里是10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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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米，其实底下还挺深的。中了。开干了哦，来了来了，被截胡了吧，被马鲛直接干掉了。我操，哇，看来水下真是巨物横行，连钓饵鱼也没那么简单。哦，来了，哇塞，比我先中了，你得赶快拉，不然待会被海狼截胡了。哦，小鱼。这个海狼他们都不会吃的是吧？他懒得吃，对他来说不好吃。所以钓到这种小鱼根本没用。中了，又中了，又是真钓啊，你自己摘行吗？这是，哇，大、哦、鱼啊，终于中了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哇塞。厉害，王一博！没想到羽泉突眼，鱼运缠身，网拉不停。哦，来了，哇，还不错，就那个饵鱼，两条，哇，王一博厉害了，哇，王一博这是啥？哇，四飞！钓友也是进货式上鱼，每个案都不止上一条。哦，为啥我啥口都没感觉到？好像里面是不是风水不允？我们就隔这么近就风水不行了，这是玄学。咱教羽泉讲的有道理，我立马跑去船尾换换风水。我看他沉，沉到不沉为止。好的，好，关杯，先绷紧，先不动。哇、哦，我放下去就中了，这真的是地方的问题。挂底，挂底啊，挂底啊！啊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终于，哇、哦，这个不，这不错，哎。哦，我跟你搭线了，搭线了，他也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哦，这谁的呀？你的了。马上倒掉巨物的好时候了，赶脚今天只能当个花瓶，蹭蹭羽泉和钓友的饵鱼了。这我们刚钓上来的小的这个池仔，就尽可能越鲜活的时候越放下去越好呗。对，他们有的挂这里，但是今天那个鱼口比较差，我们就挂这两个鼻孔吧，因为鼻孔不影响它活。对，就这样子吧，挂在底下水底下就会游，钓大鱼就会一口闷它。哦，就钓大马鲛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握紧杆子，当大鱼咬口的时候，杆子都有可能被拽跑。单钓了一天，一口也没有。钓友说，平时爆口的标点也毫无动静。哎，心太崩了呀！搞了半天就拉你玩意儿。小饵鱼也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也不值几个钱，赶脚要血亏呀，兄弟们！没想到，在我们准备放弃开船回港的时候，惊喜终于来了。再不抢，说不定你干了。我帮你拉拉拉，这样子了，收收。啊，我来收，我来收。这我真不行吧？你们去船桨了，我操！已经船到，已经船到螺旋桨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一定要上，这条一定要上！哇哇哇！这块你应该搞不定，我都有点累了，说实话。他没力了，他没力了，我腰也不行了。哇，文总，看那个，来！哇！哎呀，没勾住，来来来！天哪！大钩是不是弯了？不行。哇！哇！这就是鬼头刀，这叫什么马口啊？太漂亮了，哇塞！这个能卖多少钱啊？要看怎么的表现，给你看100块钱啊！据说这种鱼难吃自己，所以不太值钱。哇！还是没有回本，我还以为钓了这么大的多值钱。那手感要值多少钱？对，是呀，感觉我要被拽走了。那个一瞬间我就知道我搞不定它，那个轮子是摇不动的。我天，太帅了，王德豪！我腰估计已经要回去看看医生了。